郭旭阳小姐，这样你也认得？你想来开运，想得个奖什么的？对耶，这个人说上次来这边开运，就得了一百万。郭小姐，每个人的运势不同，开运的方式自然不同。他呢是没有得奖的命，你呢是常常和得奖擦身而过的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下载 7-Eleven APP 啊，连这个你也知道，你没有用7-Eleven APP扫描发票中奖了，你当。 当然不知道，可是扫描发票很麻烦吧？啊，这样是有多麻烦？是有多麻烦？每周开出13000个奖，每个月最大奖还有100万呢。最重要的是，把你的小幸运分给大家，就会有更大的幸运在等着你，了解吗？嗯 ，Lucky 耶，又得奖了，每周小幸运姐分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我也要来扫。哎，统一发票中奖还会通知哎。 喂，恭喜你抽中黄金狗，我得奖了，金狗奖到手，金马奖也快来了，好运就从 7-Eleven 发票开始，金狗年加码再送10两黄金狗，赶快登录发票哦。